爸爸，我作业写完了，你看我今天学了单语哦。哟，写的还挺好的。好嘞，走。走。好嘞，你一下就懂我的意思啦。买画去喽。食物和水一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小。今天呢，妈妈肚子不舒服，我们过来帮她吃药，这叫附近大药店，走吧。吸氧会导致人死亡。阿姨，你好，要熬好猪脚一小片。行，嗨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药给煮成了，妈妈的中药味道好重，药还可烫呢。嗯，可重了。走吧。走嘞。这是他，这是他，三角杯也可以做，三 D 投影呢。你看。我买两个。好，买两个，给。走。走，去买我的喽。你还要买你的？啊。你要买什么呢？待会就知道了。走。这个你看，公主画画的。你想要这个啊？对呀、啊。行，走吧。走，去结账。走，去结账。爸爸，来。好，走吧。小心，这画好不好？我教妈妈画画呢，妈妈画的还不错。是我们刚才买的那个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么大的人还跟张小强着玩嘞。嗯，我觉得也挺好玩的。爱爸爸妈妈，我爱老师同学，你要问我最爱什么一句话，我最爱我的祖国。嗯，再念一遍。妈妈现在正在喝中药吗？什么味道？你尝一下。什么味道？甜的。难吃了。什么味道？那喝苦啦。是吗？喝苦比苦瓜还苦，十倍的苦。加油，给妈妈加油。快给妈妈塞一个！加加油，加加加油！嘿！好，来来，要命！太苦了，快给我塞一个！牛奶小麻花。嗯，好多了。我也要吃一个吧，太苦了。快把你的牛奶喝了吧。你们看，我们今天和爸爸居然看到了一个人，他居然拿高脚杯就可以做出这个影像，比我们做的还要浪漫。你看，还可以动呢。哦，他拿高脚杯做这个 3D 全息投影。啊。但是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符合科学道理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那咱们就今天测试一下，看到底能不能成功。现在已经准备就位，关灯吧。好，我关灯了啊。啊？换一个看行不行？爸爸，你觉得我这样像个外星人吗？像。我的声音都开始变大了。你来试一下吧。这个高脚杯根本就不可以做出那种 3D 投影的立体形状，根本就站不起来，就看不见，所以他只能过来喝可乐啦。又赢了。我们的实验结果是不能变成那种 3D 投影，因为呢高脚杯它看不见 3D 投影的，只能用来喝可乐啦。来吧，干杯。哇，爽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强烈推荐哦，就是留言区底下那个红色大拇指。再见。